我知道，他比我年轻，比我对这个世界更加充满希望。他有在乎的人，有美好的青春和未来。这场最后的战斗终于到来了。你闻到风暴里的血腥气味了吗？烈火荒漠，他应该有更好的未来。什么未来？就算烈火灼烧一样，粉身碎骨一样，他去送死，你也去吗？我不想一直做一个没用的人。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，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只要能够守护他，叶辰，叶辰，叶辰，就好。当有一天。心里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之后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感觉了。